夜晚了，夜晚反光板看不到外面了。耶！国内旅游对不对？电视很好看吗？不要照厕所，大家都会照厕所，那是没意思。好黑好漂亮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词？好黑好漂亮，漂亮又黑黑，黑黑又漂亮。搞一下，你看我。嗯，看你啊。看什么？好丑。等下我们要去吃什么？金色山脉，金色山脉。听说金色山脉很好吃，对不对？乱讲，然后去，哎呦，干什么？会有蹦蹦的声音，是逛奥莱，知道吗？奥莱，奥莱，你喏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一直跑问呢，反问你，我要录一下，因为以后怎么会有回忆呢？对不对？虽然没有人看我们的影片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自己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们很难反问，因为他们不是被电动吸住了，就是被电视吸住了，要不然就是被手机吸住了，所以很难会跟我说话。要不然我来叫他看看。嘿，你好，很有反应哎。绑头发。好吧，赶快绑头发吧，去吃中饭哦。不是中饭，晚餐。好，讲错了，不好意思。拜拜。跟未来你说什么？拜拜。哦，好，拜拜。